们看一下下路的这一波。一开始布隆解大招解得很快，但是无奈啊，路被封住了。而且毕竟卡莎是真正的目标，卡莎现在是没有闪现的，这个很难有操作空间了，被岩穴大招给拦住。看一下小虎后续的一个动向，然后塔下想把这一波远程兵给吃了，放个大招。对，哇，所以说也吃不了一套岩穴的先手。小虎这边要被抓了。岩突看一下布隆，这一个举盾直接留下，但是 UZI 稍微有点危险，又是被岩突突了一下， UZI 直接死了。这样的话，明进化想解掉控制，能走吗？这一波给了个治疗，还想再追，还在不停的闪现一舌头，哇！但 IG 依然有六千经济的优势，怎么还想率先开团？又是奥恩的一波率先，看一下杰克老比有个落单，已经开出了自己的闪现，但 UZI 直接扑到了脸上，将其秒掉。还有一个檀木也要命丧当场，小狗正在大杀特杀。你有一个绕后的机会，但酒桶身上是没有闪现的。直到你岩雀在上，对，这边想要去动手，中了一波三打二。又是吸了一口塔姆，这个时候吸血鬼在后侧被套上了一个虚弱，吸引住了三个人。但这波蓝色方一波包夹，维鲁斯已经被塔姆吃掉，但是出来支持，直接成就小鬼的一个双杀。看这边全是残血，这边就在交出自己的水银，瞄准 Rookie 还是周哥拿到 Triple Kill， 再来一个四个人头。所以现在安吉稍微想收缩阵型吗？吸血鬼，看一下奥恩一波开团，这回先身倒地，哇，这一波倒了一个重要的前排。IG 的阵型比较的分散，刚才。那现在酒桶有一波绕后，在先行损失一个 Duke 的情况下，还想再打吗？感觉宁王这边是想留人 ，IG 表示大兵进门牙，但他们要一波直接闪现去顶，塔姆吞掉自己的塔利亚 ，Jake Love 的输出位置还不错。吸血鬼想去先后排，宝蓝去开出自己的白盾，在第一个门牙塔已经要倒了，跟小兵来了一波生死的竞速。安静怎么选择 ？Yuki 还在不停的连，先行瞄准的姿态，直接举盾挡住队的人。看一下小狗继续切到旁边，看一下瞬间秒掉 Yuki， 同时只剩一个 Jake Love， 跟小兵拼时间。这波没有兵线，但是扛着要拆。小兵拼不过五个英雄啊！家里的中路水晶复活了，但后面宁王也在这里骚扰。宁王总算来，怎么说？布隆倒了，哎，打出一个复活甲，小狗的复活甲没有了。同时维鲁斯疯狂背靠防御塔输出，就在要跑，就在被一个暴击受掉。小虎还在苦苦支持，我的天啊，但是这边什么情况？那有踢，那这个复活时间应该是赶不及回家了。哇，这一波。换基地，恭喜 IG， 恭喜 IG， 突然的一波局势反转再反转。哦，小狗绕了一圈过来，三级抓一个两级的纳尔，纳尔这边塔下升级了，怎么说他在这边扛得非常残，已经啃上了吸血鬼，顶塔顶得非常的残，小闪现想继续补输出，还是最终有吗？其实对于边路杀力我觉得还是蛮高的。马拉香锅又来，哎，莫甘娜给自己套上黑盾，大招捆住了两个，再套一个链子，还有一个柱子在后面。塔姆没开出灰盾，这样的话很难受啊。冰鸟这边也在往下路靠，但是先选择去守护这个蓝 buff， 想先撞塔再杀人，这是安息的一个选择。防御塔一头马上要撞掉了，交出一个闪现，看一下 JK Love 一丝血，同时 UZI 利用塔姆做了一个位移，可以规避掉艾卡下的阴血，没能规避，还是爬过来了。这又到了野区入侵的节奏， IG 这边帮这个 Love 守护一下这个红 buff， 感觉应该是地形很狭窄， IG 这边想先动手，先对麻辣香锅动手，但是他回头一个大招吸得很肉，老司机开车撞起两个人全部残血，卡莎突到了后排，又在这波要是个三杀，还有一个人头，这波全要收，四杀五杀近在眼前，哇 UZI 玩卡莎招飞。其实对于 IG 来说有着酒桶，有看一下这边直接要在塔下逼出了，看一下 Jake Love 直接又是被蜘蛛在扑到脸上成就三杀，无敌追击，塔姆这波三杀，塔姆这波吃掉酒桶，但是没有想到 UZI 直接扑了上来。但你位置不好，你吐出来的话我卡莎有大招，对你没有办法走。 UZI 再拿一个人头，只剩下 Rookie 一个人了，交闪现要在泉水上杀掉了吗？没有没有，这波泉水回血了，下路这个水晶先推，上下两个血都有兵线，大炮这是要一波了，一波了，只有冰鸟一个人无力回天。先倒一个门牙，看一下最快的是两三秒钟，
三个人会一起复活，要先斩这个冰鸟，冰鸟应该有一个被动的，被塔姆所吃下，莱德米被套上一个虚弱，这个虚弱套给莱德米不是特别的好，这样的话酒桶一个大招，吸血鬼直接血池一丝血规避掉，他并没有死。卡夏点塔这边要先斩一个酒桶，酒桶继续超神，我们恭喜 RNG。gank 的意识非常的猛，升级过来直接又是给上 W 胸一套，小虎扭身躲过 Q 技能，反身利用自己的血池躲大招，配合圣这边圣盾落地，圣落地但是只是掩护逃走，迎面就撞上猪妹的一个大招，奥恩这边有个大招可以去留圣的，哇这个圣走不了了。这场看一下兵线情况，又是红四方先动，红色方现在兵线支援都是很快了，牛头人感觉要卖掉自己了，同时 Rookie 跟上面的皇子也有一个相遇，圣加皇子想去秒 Rookie， 直接逼出一个闪现，还有大招，哇女姐卡莎被定住了，先行点掉 UZI， 同时一个大招击飞了两个人，猪妹还在不停的粘，皇子身上三层被动，交了一个闪现没有被打出第四层，小虎就地反打，全部想打残，但恐怕无不能收割，金身拖延点时间，但是自己醒来之时啊，就是要被五个人女姐偷点几下防御塔，小虎身上的女妖是被破盾了，马里香果也被点成了一个半残，看一下小明切到后面，但是瞄准的是一个猪妹，效果并不是很好，猪妹一个人挡在前面，这一波 RNG 打不了，因为女警根本没有人能够限制，而且皇子一身的魔抗装，面对这个女警点几下，现在马里香果是没有 EQ 的，羊打这一波大龙就是在逼团，后来的话小虎已经是一个半血了，瞄准的是一个 JK 浪， JK 浪被打残，率先被 UZI 所收割了，这样的话看起来双子这个存活能力，小虎活了下来，同时皇子在屏幕的上方一屁股坐两个，先斩莫甘娜再粘 Rookie， 这波麻辣香锅再度立功，爆裂果实这边疯狂的想要逃窜，而你现在疯狂钻野区，在野区里面只要找到机会的话可能就会开，又是想开 JK 浪， JK 浪一丝血再次被 UZI 秒掉，哇这波AD 直接暴毙了，那 Duke 也跑不掉， RNG 突然的一波起势，那现在没有了女警的话，剩下蛇女怎么去守这个防御塔，守不了啊，守不了，守不了啊，很绝望，英雄的走位还想去磨门牙，看一下复活时间，女警三十秒，看一下这波怎么守，皇子瞄准的是 Rookie， 吸血鬼闪现进场又斩 Rookie 直接被皇子一下戳死，麻辣香锅有顶塔没有任何问题，王塔下一个人只能卖自己去拖时间了，武将健在 RNG 五虎将要推掉这个珠宝了，有兵线，恭喜 RNG， 恭喜2-1，在直接去把 Jack Love 耗成一个比较残的一个情况，而香锅另一边继续同样的剧本，就你的 F 六，我想吃我就过来，但是就中单好像第一时间并没有到。是，扎克因为仗着有一个被动，可以先行跟你换血。扎克拖到一个中后期，要依靠两边上单的一个单带。因为下路现在是偏发育的，又是上野二 v 二的一个碰撞，扎克这个时候等级上比较领先，麻辣香锅已经被打残了，蓝色方亮了一个 TP。落地的是一个布隆，看一下配合加里奥的一波进场，双方一波三 v 三的一个碰撞，推回来一个人，这样的话扎克现在暂时很肉，身上应该还有个被动，两个人拍到一起再次跳死一个黄金，收掉布隆，只剩下了小虎，在那一巴掌拍到墙上，再一个 W 补充控制，黄金砍下 double kill，Rookie 连这个血线都没有补满，会不会是 RNG 这波机会？但大龙打得比较慢啊，这一波。莱德米先用钩索跟自己队友汇合到一起 ，Duke 纳尔的怒气并不好，他不够生气，优待的位置不是很好，对。布隆赶紧举盾想先杀 Duke 要被粘上吗？看一下 UZI 侧身躲过了 JK Love 一个大招 ，JK Love 自己看一下，小虎切到了后排，自己金身拖延时间。UZI 这波还不错，UZI 这边的掩护后背怎么说？无敌大炮直接成就 UZI 的一波。哎，这波加里奥没有大招，没有办法配合自己的大野进场。加里奥开启嘲讽，闪现嘲讽住三个人，吃下维鲁斯，黄金打下大龙维鲁斯，这波输出的环境还不错，麻辣香锅往后拉扯，扎克跳到后排，但是 UZI 对他一顿疯狂输出， UZI 看一下这波谁能收割，先喷死一个，看一下这波拿到一波三杀吗？这一波维鲁斯也是拿柱子卡住 JK Love， 让 JK Love 的行进不是很方便，
但 JK Love 已经要率先开团了，先秒麻辣香锅，麻辣香锅已经被 JK Love 所秒掉了。看一下扎克又是拉一下小火，纳尔扑到后排，又在闪现躲开，又在防御塔下疯狂的输出，先喷死一个扎克，同时黄金推回了 UZI， 又在金身拖延时间，但是正面战力已经不足了， UZI Let Me 双双倒下，这波 IG 要一波扳平比分，恭喜 IG。太顽强了，太顽强！这样比赛打完的话，双方战成了一个2-2。太顽强，太顽强！期待双方的决胜局。双方都发现了对方的一个意图。二菲尔马上要打了起来，Rookie率先被打残，闪现走过一个霸王举顶。哎呀，香锅另一边是粘上巨魔，但是Rookie没蓝了。卢克闪现也是交过了的，这样的话是一个必死局，他的选择会直接一条线带到底。又是卢克被朱妹的一个大招冰柱进化解得很及时，又何妨，但是套上了点燃啊，排出被动，最后一下被小虎的一个闪 Q 收掉，而且巨魔也在塔下被点出了护龙被动的话，然后双方都没有去动掉大龙，因为双方在正面秒龙的这个角色都有点少。看一下牛头一个 EQ 震起来两个，但是震起来两个是一个坦克啊，看一下霞倒钩开出来，还是被布隆大招震了一下，半血左右，蓝色方这样一个 TP， 两个 TP 落地之时直接套上了一个虚弱，老司机先杀前排，看一下就可一个闪现并没有死，后续的话是个推推车，这边奥恩是先行倒地了，哇，但是 RNG 重将也都被打残，续战的能力看一下，冥王还想再追，但这一波有点深入了，逼自己交出一个闪现，这波有点恋战，双方的 C 位都建在 JK Love 跟 UZI 想 PK， 又在血量上直接一枪点死，这波还要回头，有点大意了呀，有点铁呀，你我也要被这一波不能回头的，爆破果实踩不到，要点这个水晶了，宁王冲在前面配合奥恩的大招想去开，但是这边姿态很肉，顶得很强，同时 JK Love 直接被旁边的小虎、打成了一个半血左右，漫天飞雨，你看了，这个时候老司机开车要撞 JK Love，JK Love 被套上一个虚弱，一丝血不停拉打 ，JK Love 被秒了，这波 RNG 一波摧枯拉朽，要拿下这场 BO5， 捞回来，你往这个位置回泉水，但是两颗门牙塔已经倒了，恭喜 RNG， 恭喜 RNG。BO5 站到了最后。